给鸭子搞点草，鸭子没有吃的，家里面白菜烂田烂地。啊，鸡也吃吗？鸡、鸭、狗和白菜也是，天天能打吃。太脏。这个是从我家带来的那个菜，我们那边就是叫羊窝笋，我俩刚会长得很大。我们喊儿菜，应该不是儿菜哦。是儿菜，和我的一模一样的。不晓得。是的。长好大的。有的喊的不一样。你们那边可能喊羊窝笋，我们这边喊儿菜。好，有的。哎，对了。哎呦。大蒜人都往死的，天天落雨进来大蒜。我的妈哟！我一个都把扯了，我放你这家都西瓜了。今天这块田又种西瓜？嗯。你要吃白菜？先去挖个嫂子。哦，这鸭子越来越大的，这我没有一二十斤一点啊。哈哈，进大了，进大了，越大了。我的是十五的吧，这个东西。你手啊，亚奶奶，你要吃我也能收拾了吗？他们都动不起的，看了他就没，他怎么吃的？我不看他吧，他们也要吃，跟俺都乖乖尿了都，浪费尿，浪费我菜一个，哎，到时候老婆看见了能忘了，来喽，这只鸭子好嫩。好小，你咋个小的嘛？咋都差不长一来的啦？你看他没小的啦，他先小好多，他先就他没半重，他们有十一二斤，他买了就有六斤了。你看这两只鸭子好，本来说着过年吃的，然后过年没吃，然后又说十五吃的，十五过了还没吃，又多过一斤，吃多了多了。把它放到那个缸里，别的东西。那只小的它都不敢过来吃。而且它生人，现在它大的头先死的。不吃好，那你把看细了，应该是这边还吃一点。啊，右边这只好大哦。嗯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它今天看来还死的。那天我给猪车看了，它搁水里头了。那天猪车没看了一天，一个人死远的，咋我这过死，我手干不得水，都过来烧去。他们尾巴摆蜜的，跟狗儿一样的。看，有两个，有两个嘞，嗯，来的。你们还有两个鸡胸呢，这是两只母鸡，你炒什么？肉末炒酸豆角，那酸豆角今天要把它清出来了，再搞就要泡烂了。用这个里这么点够了吗？肉够的嘛，你要吃好多肉，天天吃肉，里肉够了，再去吧。你没黑鸡，冬妹儿，你往旁边走。全部鸡屎，鸡屎我吃不了，兄弟们，你过过过，我也给你过得很嘞，给你过，你给你过，我要吃点，我要吃点，这鸡脚盆嘞，是我买的，少也不是我少花，小胖，
你要走就走，要来就来，你莫在黑鸡。物业家鸡来成吃的了，物业家鸡都过来了。全部都要来了，看到这里有吃的。里脊肉啊，最后一坨了，吃完了。我忘记多一三个腰子了。没腰子。你怎么看得到？我回头是看你放点多细的。别叫我们点过河了，都是细事儿的。这个是夏天跑的吧？嗯。都跑半年的。硬硬的了，好吃了。先叫我洗下子，太酸了，有点么点硬，没有。我把你敷了，让我把下边单独擦了。硬硬的。这边就擦什么那个王的王瓜水分太足了。也酸。啊，泡时间有点长的嘛。好吃。有没，兄弟，哥们儿。来。小哥哥了。我们吃火锅的肉应该就是先冰冻再切的。嗯，不用怀疑。下次我们搞火锅，我们也这样。对呀。买点牛肉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先冰冻再切。要讲冰啊，怎么冰久了？冰你太硬的工作。嗯。那肉不冰，炸的多。不冰啦，有矿物的；冰啦，有提不起气，哎呀，还是的。可以了，操！一锅三百二，放点盐。外面下雪，你这里也要下雪。差不多，这边差不多，这边有酱油。嗯。油会不会多了？来，放那边一锅酸豆角。要来不来都没有反应。今天没有骨头。去南边儿。去南边吃啥子？哎，别让这边吃，不能吃，进错了。嗯，放点白辣椒。放我们家带那个。哦，再多点儿，少点儿。你谁看到来？那口子到哪里去？有白辣椒有点扎实了。搁两勺，没搁多。还搁两勺，你搁不到就搁两勺。撒盐了，我懂了。加叉子，放。刚才说。嗯，到位。这看起来就特别下饭。里脊肉炒酸豆角。哎，再这个菜一样。今天就不吃火锅了。嗯。里脊肉炒酸豆角，鸡爪，简简单单，嗯，两个菜。超级下饭啊！很咸没？嗯，就还。辣不辣？辣没辣？没辣。嗯。然后。哎呦，没辣。下饭菜啊！哎，你吃了没？我目前没吃到，好像面没辣，啊，吃了再辣，但是辣，嗯，没吃那是没辣，嗯，你再搞肉吃的，嗯，俺表叔的肉还都炸掉了，再煮点吧，这辣子吃了是辣，没吃那真没辣。然后右边放那个后辣哦，那是煮到后头的嘛？反正吃完以后都开不了口。现在学会的，这白辣子一下锅就吃。白辣椒不像其他辣椒，嗯，一定要最后放，嗯，因为
我看最后的饭要吃炒面，炒焦起来好结实嘛。越焦越辣。这个白辣椒炒的越久，煮的越久，就越辣。这个菜好下饭。拌番茄特别好吃，我吃的。哎，感觉不能吃那么多。等于大小孩又饿了嘛。你给我吃两碗。吃一碗可以。你这还可以吃大餐。我爱做吃的。你这饭又吃什么？现在饭汤不多。我不吃，我认不到，认不到你管那么多。你们在他们讲话我就急，我又急，快急。你怎么他们都忍到你了？嗯，就这么事噻，管他们多。我先给我加点儿了，没加多，那不晓得什么时候吃了。啊。嗯，加进去。哇。啥时候好呢？我担心你多吃点。哎，这炒这么好吃，没有口福哦。第二个，你第二个，到你了。我看你第二个是好多啊。好嘛，我带一下。你这饭都煮的少些，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这不懂啊。你这个第二个，相当于我的一碗饭。哎。好辣，肯定好吃啊！酸的瓜，嗯，是，嗯，不晓得。腊肉也就是说，也细细这么一锅，那好得一下炒，对，好吃啊，好吃，腊肉香嘛。我那天炒真腊肉，把真腊肉吃完去，烫冰箱。下面蒸腊肉臭臭的可怜，也怪点事，你都怪点什么？你怪的都被都没选的嘛？他家偷拍了那些。嗯，给那这补吃了。哎，是的。你好奢侈哦！你看我们三两碗，你说说到我家不够吃。嗯。你慢点。我觉得说要吃大餐的人不吃，还要再吃一遍嘞。